远了，上海来的，我们是上海地质学校的学生勘探队，受矿业公司的委托呀，进山进行地质勘探。您看，这是我们的证明材料。你也是大学生？我不是学生，我是公司代表，带队的。这一路上的吃喝拉撒都是我负责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立春。哪里人？苏州人。苏州人。 说句你们家乡话，我听听。阿拉斯通的我是我。你们的学生证拿来，我看看。大家把学生证拿出来。长官。长官，这。长官。罗琦。嗯。 快拿行李！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哎，年轻人喜欢干净，这出门都带着肥皂呢。 拿上行李，我们走。清晰的，清晰的，清晰的，清晰上船走了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回清溪吗？我做趟收梢生意，原价3块，给您2.5块。王家，你要真想做这生意啊，往下降价，2块钱怎么样？ 大哥，2块钱我做不了啊！回去溺水，我苦力呀。溺水是溺水，但是顺风啊，老天爷都会帮你一下。这位大哥是张好嘴，全是吗？全是，8位。啊，行，这趟生意我做了。来，小妹妹，把东西给我啊！这生意别跑喽，我船在那边，跟我走啊！好，让，哎，让兄弟，麻烦让，这边，来这边，让，看人。怎么样？他们来了吗？我这心里啊，是越来越担心了。你说我们收到通知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这雨清他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哎，你着什么急呀？这千里迢迢的从上海赶过来，说不定在哪儿赶不上趟，耽误个1天2夜的，哪有你掐着手指头算那么准呢？ 可是我这心里啊，越来越不踏实。你说这要别的东西出点事儿，那都是小事儿，这人员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！唉，是啊。其实这几天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心的觉。你说这人员过境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，万一是个大人物，在我们门前出了事儿。 那你说我们心里压块大石头，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想什么呢？啊，不行，我得再去看看。他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？不知道。怎么，你们心里有什么疑惑吗？他一句话也不说，你和他也没有互相确认身份，就上了他的船。 万一上错了船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这就是交通线的纪律，他们心里除了任务，其他的一句废话都不会说。快到了，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，你们就记住，随机应变就行。你们只是一个过路客，所以任何事出了，你们不要管，也不要问，明白了吧？ 嗯，明白了。来了来了，他们来了！预先发出信号了。好，那我赶紧过去。帮我把围裙解开。你紧张什么呀？一紧张全露馅儿。 不紧张，不紧张。不过也不知道这次过境啊是什么来头。不管是什么来头，我们都要保证他们不出问题。啊，对对对。好嘞，下船吧。慢走，慢走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哎，小心脚底滑啊！小心，小心。好，慢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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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松点儿，往前走。慢走啊！ 兄弟，哟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两三天没见你，还担心你生病了呢。真让兄弟说着了，这人犯起愁来，可不跟生病是一个样嘛。啊，什么事让姐这么愁啊？姐是开客栈的，这都7、8天了，没有一个客人来住店，你说姐愁不愁啊？嗯。哎，这几个人。 会不会找客栈来投诉啊？他们要是投诉的话，我让他们都住你那里。好呀，谢谢兄弟关照啊！不过一定要盘查清楚了，这要是……哎呀，姐，你在担心什么？我们一天到晚防着共产党，可什么时候见过共产党了？共产党不笨，放心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都得查清楚了，千万不能让姐蓝笔生意还背口黑锅。哎，行。 都一起的，对，一起的。您看，这是我们的证明。搞地质勘探的，是啊。今晚到镇上找个客栈投诉，明天呢还要接着赶路呢。正好，投诉的事情我来安排。姐，快来快来！哎，他们找客栈。这是我姐，是这个镇上最好的客栈老板娘。你们今晚就住永丰客栈了。那行。阿姐这儿就是迎来送往，是四方来客的家。弟弟妹妹们进了姐的家门，就是到我自己的家了。哎，兄弟们都查清楚了吗？这年头风声紧，姐也不能为了挣几个住店的小钱，弄跑去蹲班房啊。姐，我查清楚了，都是些洗漱用品和一些工具，没有可疑物品。我就说吧，没有那么多共产党。兄弟，这心里明白的事儿，何必要说出口呢？好了。 大家跟我去客栈了，走！哎，走吧。站住！慢不慢？哟，早就听兄弟们说，79团有位赖副官最能体恤兄弟们了。上回就等着你去家里吃个便饭的，可是赖长官身价高，没能赏官。今天您要是有时间，就去我们小站坐坐，喝口茶，怎么样？ 你们干什么的呀？搞勘探的。您看，这是我们的证明。从上海来勘探什么呀？这位长官，好面善啊！是吗？我记得是您吧？有一次坐我的船，跟我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这个跑船的船底可太重要了，要是被人凿了，那可就是船毁人亡了。” 是您说的吧？你没记错，是我说的。弟兄们，这个侦缉队的曹站长是对我们这个清溪码头越来越上心了，他早晚会亲自到这儿来的。你们都给我检查仔细了，别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，听明白了吗？明了。 走吧，谢谢长官。走吧，走吧，跟紧去客栈了，快！秋莲，我回来了啊！ 怎么了？刚才检查站，我什么都看见了。检查站怎么了？检查站什么事都没有啊！你就别再瞒着我了。我以前只晓得每天能盼着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就好，可我今天才知道，什么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什么是走在刀尖上。 你说错了，你亲哥我是在船上走路的。七哥，我虽然不识字，但是我懂礼啊。我知道你选的这条路不会再变了，那你能不能把我也带上？你不能把你的妻子就这么扔在路边啊！ 玉莲嫂可以帮于哥，那我也可以帮你啊！只要别让我离开你，你也不要离开我。不管你去哪儿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跟着你，我都愿意。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？我跟你保证过的，以后我要堂堂正正、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场婚礼呢。我记得呢，我说话算数。 啊！不可能离开你的。饿坏了吧？快吃吧。好嘞，都多吃点啊。嗯，谢谢。 接下来你们走的可都是磨脚板的山路，一会儿吃完了都早点休息啊，能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，通知一到随时要出发的。好嘞，谢谢你啊，大嫂。快吃吧。哎呀，真没想到第一次过境就这么多人啊！哦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是看见你们个个都年纪轻轻的，还都有文化，我们的革命能不成功吗？我说的没错吧？嗯。哎，大嫂。 您是共产党员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们吃吧啊，哎，吃吧，都多吃点，吃饱了啊。啊，马上就好了。雨晴，快去开门。雨荨还好吧？都挺好的。我今天白天啊，就怕你在那个检查站被那个国民党的副官看出点什么。其实白天这事儿吧，我也是赌一把，因为我总觉得那个赖寿章有可能不大简单。 算了，为了他们我也得冒这个险呢。谁让我们干的，就是刀尖上走路这个活儿。哎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等消息下来了，我来通知你了。好，那我让他们好好吃一顿，早点休息。记着，哥，休息给他们往后边来。 他们可都是城里的孩子，这能行吗？哥，不久前在这儿发生了惨案，你没忘吧？行，都刻在心上，这辈子都忘不了。那么跟命比起来，其他的那些还重要吗？明白。 白天是不是能够唬住那些国民党兵？我不敢保证，所以以防万一，我决定提早到半夜行动。从这儿出发到伯公坳，正好是天亮。这次来的人比较多，白天不能够出发，我们只有到晚上才能够赶路，明白了吧？明白，我这儿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护送。派些人去前面探探路，有必要吗？半夜三更的能出什么鬼？有必要吗？遇不着鬼也不能掉以轻心呐。 任宝，我们要的不是100%的保险，而是200%的保险。任宝，我们可都是在刀尖上走路的，绝对不能心存半点侥幸啊！明白了。我们的纪律你再重申一遍：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轻易开枪，不能暴露我们有武装的秘密。雨荨，这是我们武装交通的第一次任务，放心。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有任何的闪失。任务大于天呐，二位，啊，分头准备吧。来来来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我跟你们说呀。 这比下边干燥多了。今天下雨了，楼下潮湿。这叫客房啊！怎么连张床都没有？是啊，这太黑了吧？这太黑了，能住人吗？同志们，我们这里啊没有客房，也没有床，大家就在这个地板上。这怎么住啊？大家不要说了，抓紧时间休息吧。那我们总要上厕所吧？方便怎么办呀？哎哎哎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哎，上茅房是吧？来，用这个。 这是便桶，这我们有男有女的，这将就一下吧。你们只有3炷香的休息时间，还得赶路，赶快休息吧。啊，走。这怎么住啊？这连张床都没有。就是呢，怎么睡呀？我们准备些被子也行。就是。我害怕，你别怕，找他们去。这是给人家住的地方吗？什么事？怎么了？同志，我们是不能有什么要求。 但至少你们应该把楼上打扫一下吧，加床被褥很难吗？同志们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啊，加一床被褥其实并不难，但是如果加了被褥，会引起白狗子的怀疑，对你们的安全是不利的。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，交通局的领导再三……对不起，我不管交通局的领导跟你们说了什么，我们得到的上级指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安全的把你们。 或者是物资送到苏区。另外，同志，请您说话小点声。同志，我理解你的任务，但也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。我们这儿男男女女都有，就一个马桶，你让我们怎么解决？挂个帘呗。你说什么呢？小点声。 我们从苏联留学归来报效国家，就是为了追求人人平等、相互尊重的权利的。这是我们的理想，难道不是你们的任务吗？同志们，听我说两句啊。表面上看，我们没有为你们的到来做任何准备，但是这正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任何蛛丝马迹，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。你们知道吗？就在不久前，有6个像你们一样年轻有活力的战士，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。我当时就站在他们面前，我无能为力。6个鲜活的生命就在我面前消失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么做，就是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再一次发生。同志们，你们的感受呢，固然很重要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因为你们所谓的这些尊重，不光可能会暴露你们，也有可能会暴露我们几千里的交通线啊！同志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会给你们添乱了，对不起。赶紧把这个送到后面去，让那些弟弟妹妹路上饿了能垫个肚子。好啊。这30多里的山路呢，一口气赶到，够他们受的了。哎，他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雨清没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哦。我一会儿去了，你就早点睡啊。我睡什么呀？他们到家，我能睡得着吗？好嘞，快去吧。哎，准备好了。该出发了。来了，党呢？你吓死我了！眼看花了。我们等了大半夜了，不会白等吧？阿哥，就算是白等，我们也要等啊！哎，等，白等我们也等。大哥，这几天辛苦你了。 臭小子，装啥洋蒜？不给留下啊！我手不用，走那边。走，小心滑吧。好。 行程过半了，差不多了，咱们就走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的鞋好像坏了。待会儿去前面休息一下，啊，大家休息一下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我们在苏联。 也受过越野训练的，可是我的鞋好像坏了。小老同志，这荒郊野外的，我肯定找不到鞋换的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拖大家后腿的。同志，还有多远呢？看这情况，前面就剩几个月了。这个地方实在是不能久留，能不能坚持一下？能。 未来靠你们，眼下的路就靠我吧。小花啊，嗯，阿哥跟着你走上这条路呀，我心里很光荣。 可是那什么啊，你虽然是站长，家里还是我说了算啊。是。前两天呀，我就做了一件事情，你想不想知道啊？什么事儿？我给我们阿爸阿妈报了个信。啊？嗯。要不然我这阿哥不白当了。那天呀，你们都睡着了，我一个人到院子里头。 点了3炷香，跪在那儿给阿爸阿妈说：“老二领我们走的是一条光明正道，是按照祖训做出的选择。虽然是和鬼打交道，可是儿子们正气傍身，小鬼奈何不了我们。” 我们一定会给邹家的祖宗，还有阿爸阿妈的脸上争光的。大哥，谢谢你，臭小子，我来这套。哎，不过我有个事儿啊，还想跟你说一下，也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大哥，你有什么事就直说。你看啊，老四还小，我们就不说他啊。 这老三呀，半大不小了，你能不能拉他一把，让他也入个党？哎，你是站长，工作上的事儿你说了算，要是不该说的话，我就当我没说啊。大哥，说心里话，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。我们俩想到一块儿了。哎。 打不来了。叔宝，哥，小哥，哎，你怎么亲自把他们送过来了？别怪哥啰嗦，行100里路半90，你负责这30里，一定要把心提在嗓子眼上。哎，这次人多，白天你们不能赶路，走夜路，正好这些同志们赶了一宿的山路，白天你就让他们好好休息，晚上再出发啊！放心吧，我一定安全把他们送回永定。 饭做好了吗？快了，你看。没想到呀，这次过境的是一群孩子，一个个细皮嫩肉，走了夜山路也真不容易。你们呀，赶快把饭做好了给他们送过去，别把他们饿着。哎，好嘞。老四，吃完早饭你去外面望一下风啊，一有什么情况就回来向我报告，听明白没有？放心吧，二哥，我垫个肚子就去。去，大哥去吧啊，饭都好了，大哥。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。这任务没完成，我怎么能放心得了呢？大哥，就让他们在后面的小屋休息，千万别乱走动了。我们呢，还保持原来的样子，该干嘛干嘛啊！明白。辛苦了，大嫂。等下孩子们都睡醒了，让他们吃点东西。你先吃点。你这个脚，走路走的都磨破了。来，大姐给你准备了一双新鞋，我自己穿着试试。别动，来，把脚伸出来。来，来，还有这只，怎么样？嗯，很合脚，合脚就好。姐。 您叫什么呀？我想记住您。哎呀，你说你记住我干什么呀？我就是一个家属。姑娘，既然你醒了，就赶紧把饭吃了，吃饱再睡会儿啊。啊，嗯。来，新诺你好，我叫邹树宝。你好，啊，对了，这个是全都交给你吗？大家听我说，不要慌，不要乱，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，有秩序的撤离。快，走，快点，快！来，跟我走。啊！西诺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也不说一声。 吓我这一大跳！来，快来快来！走夜路的人还会被吓到吗？来，喝水。哎，来一个。对了，那帮学生都吃了吗？嗯，吃过了。叔宝，这两天我总想到一句话：他们明知道前面是火，还要像飞蛾一样扑过去，为了光明舍身也值。你觉得耳熟吗？这不是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自从来到这伯公坳，我听到的、看到的，都让我更明白了，为什么你会选择一条夜行的路，是因为你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。 所以才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的。许诺，你跟我不一样，你是个女孩子。说心里话，我是不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扑火的。 可是他们当中也有那么年轻的女孩子，她们就像当初我们相遇的年龄。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的话，那是不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啊？哎，叔宝，来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愿意做我的介绍人吗？许诺，你真的已经想好了要加入我们组织吗？ 我选择了你，那你的选择，就是我的选择。吃完东西，我们能不能到屋外去透透新鲜空气啊？不行，今天白天呢，我们都要待在这个房间里，一步都不能出门，天黑才可以行动。大家再忍一忍，啊。如果顺利的话。 明天天亮的时候，我们就能踏上红色苏维埃的土地了。真的太好了！没事，我们都是坐了20个昼夜闷罐子火车从苏联回来的，5000多公里路，见不到一丝阳光，可我们心向往着光明，黑暗就不可怕了。看，有情况！ 注意安全，快！哥，撤退来不及了，我们跟他们干不行。这样，我去把敌人引开，啊，还是回去吧。谢谢。听我的，我把敌人引开之后，你去配合说服他们，保护好学生的转移。记住，一刻都不能少。还有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对不能开枪。听明白了吗？ 明白，注意隐蔽，注意隐蔽。什么人？跟我追！不要跑！站住！站住！不要跑！操！ 抓活的，跟上！不要跑，快跟上！二哥，二哥，怎么了，老四？白狗子来了，多人，很多人。二哥，你上山躲躲，冲你来的吧。杨老三不说的话我都忘了。别废话了，转身！站住！ 不要紧张，但是必须离开这里。拿点东西跟我走。快！我背你吧。拿着。站住！快！我跟上！不要跑！快！赶紧带他们上山！快！走！快走！小心！快点！跟上！ 千万不能被他们看穿，这里是个交通站。屋里头我都查过了，没什么东西，他们不会抓住把柄的。你是不是找这个东西？我已经帮你拿出来了，快去藏好。谢谢大哥，你就告诉西诺跟大嫂，一定要跟平常一样啊！给我送死去了！